和平篮球馆，然后我今天要来看富邦勇士，就是要来看祥鈞球衣。我太久没看到这样的打球，真的超级激动，在我内心。反正呢，我们现在就在外面等我的朋友，然后我们等下就会进去。然后他好像二楼还有一些美食街之类的，我超期待，希望今天这样就是可以灌篮。喜欢的进到职业队哦，祥鈞加油，好，然后快开始。